歌。你再见的光影，沿着梦裂破，锋芒涅槃入我，重燃了希乐。隐遁一层黑色，紧随你跋涉，不惧像巨浪荆棘波折。你见过我骄傲的、清晰的、赤诚的心，从被迷离过，带着大地成河的骁勇去奔赴辽阔。每一丝丝、一缕缕金丝珠，放在我生命展开因果，它翻腾。老夫有状要告。公爷，有人拦路，递送状纸。敢问尊驾，可是左卫主帅青海公方建明方大人？是我。老夫要告状。老人家，您要告状应当去找所属州县的主官才是，您这样当街拦贵人的车驾，成何体统啊？老夫所状告之人权倾朝野，只手遮天，普天之下能搬得动他的只有陛下而已。纵然权倾朝野，只手遮天，自有廷尉来定罪。老人家，你先请。老夫所状告之人，就是左卫主帅青海公方建明。老夫要告他混淆金上视听，厮杀天子近臣，昔日六义将阿摩兰、顾大成等四人。住口！六义将里，阿摩兰因病而故，顾大成因纵容部下劫掠，被游侠所杀，此事天下皆知。你无凭无据，竟敢污蔑朝廷重臣，该当何罪？让他说完。公爷，老夫还要告青海公包藏祸心，跳梁左右，欲秉操纵之权，前有动摇之志。我是顾府上的仆妇，大人殒命之日，老夫亲见您及您的僚属出入顾府。状纸我收下了，我即日会转交给廷尉。老人家，你先带着孩子回家听信儿吧。谢谢大人体恤，但我们祖孙曾受顾大人的深恩，既敢当街拦住您的座驾，已怀必死之心。老夫供状已签字画押附在状纸上，天日昭昭，老夫愿用一条性命相抵，使当年之事能遍传都中，终得昭雪。奶奶，奶奶，奶奶，怎么了？
公爷，浮屠自尽了。孩子，舌苔赤红，也中毒了，把他抱上车，回昭明宫。快，来人！孩子被利用，中了一味毒，小孩子是无辜的，把他安葬了。公爷，廷尉少卿宗玉带人来了，您若今日不想见，属下便把他们打发了。见是要见的，可您的伤，今日之伤不能声张。属下不明白，他们对一个孩子用这种毒，与其说是来杀我，还不如说是来探个虚实。他们的人根本不知道今日的一击是否真的刺中，今日的事情与我与季风馆都不利。如若都中的人知道我在发生变故，谣言更是沸沸扬扬。是。今日之事于海市卓英都不能说。是。几时走？还不知道，约莫就是这月下旬，等汤将军回了陛下就拔营启程了。这么快？已经不算快了。说起来我也回来挺久了，这黄泉关守备一向吃紧，能回来这么久都是陛下的恩赐。你都不知道，这几日季风馆因为寻找宗亲的事情忙坏了，我左支右绌，实在难以抽身。你要是在就好了，我们两个一起办差，有什么事还能商量着来。我也舍不得你跟师父，但毕竟驻守黄泉关是我自己提的，自然要把这差当好。对了，这陛下为何突然起了寻找宗亲的心思？陛下心思不定，我也不知道。对了，哥，嗯，我在去越州之前，让你将那捕梦灵送去玉安宫，这事你办了吗？既是你交代我的事，我当然办了。只是提兰殿下已不是以前的提兰殿下，人家现在是受过荣宠的淑容妃，这后宫之事啊，你以后少掺和，以免惹祸上身。玉安宫出事了？倒也无妨，只是宫中最近有所传言，这淑容妃和元后行似，而陛下呢和她生出许多龃龉，她现在身子有恙，连宫中的衣着都要看陛下眼色行事。总之啊，这件事你少掺和就是了。嗯，可是方大人和小方大人，这刘姑娘耳朵好灵啊，听脚步便能听出来是我跟哥哥。这是自然的，听方大人说你回灵阶探母了，如何？家中一切可好？一切都好。那便好。小方大人，我有一样东西送您，请您稍后片刻。送我的？
这是小方大人，料子是我请方大人挑着买来的，这里又不过是借花献佛而已。这女装我……小方大人可以留着给未来的夫人穿，未来的夫人身形跟小方大人相似也不一定啊。哼，这刘姑娘真是好手艺，针脚都看不到，像一汪水一样的软。这刘姑娘有心了，去给小方大人包好。是。你这个未来的夫人可得跟你身形一样啊，万一胖了可就穿不下了。好你个方卓英，好不容易做了一件好事，正想表扬你呢。这刘姑娘做的衣裳，塞也要塞进去。只要小方大人喜欢，便比什么都强了。这刘姑娘，刚好我也有东西要送给你呢。方卓英。是这样的，我这次回越州之前呀，哥哥千叮咛万嘱咐，让我给姑娘带最好的丝线回来。我不是，不是，哥，这是来自越州的绞丝。请这位姑娘收下。绞丝，这是越州最好的绞丝，丝线是透明的，这绞丝在月光还有日光之下都会呈现不同斑斓的色彩。绞丝原是件稀罕物事，不可多得，小方大人是如何得到的？我本就是渔民家的人，我是在村里打听到的。好看吗？好看，比天上的彩虹还晶莹剔透。方大人说好看，那一定是很好看的了。这刘姑娘若是喜欢，日后我再多寻一些来。能得到这一件已经是缘分了，这样的东西不可强求，只留多谢小方大人。这刘姑娘，你可是我哥哥心尖尖上的人，所以你呢也是我心尖尖上的人，咱们日后常往来，你不可跟我这样客气。还是这刘姑娘，在下虽然对这刘姑娘有倾慕之情，有仰慕之情，但是我绝对不敢唐突啊。我可没说你唐突啊，哥哥，我说的是喜欢。哎呀，你男子汉大丈夫，把心思说出来都不敢呀。哎，你脸怎么红了？你没生病吧？没事吧？这刘姑娘，我突然想到，我今日还要当值，我先走了。哥，你今日当值啊？对呀，今日我当值啊。哦，点衣，衣裳包好了。小方大人，那我也先告辞了。谢谢姑娘。方海市。你是不是疯了你？你干什么，方卓英？你就对我这么凶？我怎么了？我不就说了几句实话吗？你喜欢人家还不让说了？我迟早会跟人家讲的。迟早是有多早呀？啊，迟早就是迟早嘛。啊，迟早，你这个人我还不知道，脸皮这么薄，等你想说的时候，这刘姑娘都80岁了。喂，那你这。太快了吧！你吓着人家怎么办啊？我吓着谁了我？你看不出来啊？人家这刘姑娘对你不一般。有吗？啊、嗯！我只是想跟人家好好说。你看看你这个磨磨唧唧的样子，世间啊，两情相悦之事最难了，
你呢，常年在宫中效力，这刘姑娘又深得陛下赏识，不如你大大方方的，请陛下赐你一段姻缘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找陛下赐婚？嗯。好，我脸皮厚，我去说。哎，别，这也太快了，我怕这刘他接受不了。师父教过我们什么啊？世间好物不坚牢，彩云易散琉璃碎。你说这男女之事，最讲究时间和机缘了。你既然已经认定了，你干嘛不好好争取啊？方卓英。我还是去当值吧。碧红说的对，这几日风和日暖的，您是该出来走走。您卧病在床，日子久了，这寒症越发不好了。好了，我今日啊就多走走，省得你们念叨。身体是淑容妃自己的，自己不操心，倒怪奴婢们念叨。巧巧听了他的，他还怪我说错了话。您什么时候身体好了，奴婢不再多一句嘴，是舍得听您的。淑容妃，臣方海市参见淑容妃。小方大人若是无事，不要在此处逗留。淑容妃何故要躲我？大人相赠之物，提兰已经收到。提兰在宫中一向境遇不佳，如今更是雪上加霜，被陛下厌弃。大人在此同我讲话，若叫他人瞧见，恐怕拖累大人。淑容妃不必如此，臣一直是淑容妃为自己的朋友，以后无论你我境遇如何，在臣心中会永远视您为朋友。小发大人拳拳之意，提兰记在心里，必定时时感念。那臣日后还可以与您道别吗？臣不日便要启程，与汤将军共赴黄泉关。既是道别，也不必来了。眼下相见不便，您还是尽快一步吧。我知道了，臣告退。宗少卿。方将军，钟某近日事忙，还要赶着回廷尉，就不与将军多谈了。改日将军若来廷尉，务必知会一声，我也好略备薄酒，咱们小酌几杯。大人客气了，请。嗯，告辞。告辞。公爷受伤一事，不让我声张。此事，连大公子和小公子都不知道。公爷的意思是，若廷尉再问什么，公爷那儿周旋过去便是。知道了。都中近日之事，朕心中大抵有数。你退下吧，楚琳琅的事，就交付你们了。遵旨。此女自称楚琳琅，这几日被礼部的人几番勘察，并没有露出任何破绽。不日之时，陛下就要召见，一同当面的还有厂王殿下。若陛下和厂王殿下都认为此女乃聂妃之女，那恐怕宫中日后就要多一位皇亲了。海氏的事情，你要多留点心。
汤前字差不多是时候要拔营北上，海氏也要尽快回去休假，不要再在都中逗留。公爷，这么急吗？今日之事，那些人分明要把我的旧账翻出来，还把一个能给我戴上佞臣帽子的人送到我面前，如此花心思，肯定不会善罢甘休，大的麻烦还在后面。陛下素来爱重公爷，当年的事，纪冯馆也只是奉旨行事，与公爷无关呢。就算有人在公爷背后放冷箭，形势也不至于一夕之间就如此严峻吧？他们肯定是有备而来的。如果真的要罗织我的罪名，你、卓英、海氏都会被视作我同党。海氏赶快去黄泉关，总比留在都中安全很多。明白。快去。是。谁呀？我。来了。师父可是找我有何事？什么时候走？等汤将军回了陛下便走。早点回营，免得误事。师父这么想让我早点走吗？我这次一回去，可能要很久见不到师父了。新裁的衣裳好看。真的吗？只是以后少穿，免得自误。是。师父，廷尉的人为何今儿会来纪风馆？他们来了。今日我在府上碰到了廷尉宗少卿，他让我闲时可以去他府上坐一坐。你是武将，不宜跟他们交往过密。还是知道。师父，可是朝中发生了什么变故吗？是出了一点事。很严重的事吗？不是很严重。你赶快收拾行装，那些事由少子跟卓英他们去办。天晚了，早点歇息。师父。回去歇息吧。这绞丝可当真是宝贝啊，在幽暗处犹自光泽耀目，若是织就了花样，在日头下一走，不晓得要美成什么样子。就是不知道要绣什么样的花色，绣在什么衣裳上，才能与这珍品相配。这是小方大人私下相赠的礼物，又不是宫中的东西。若要奴婢说呀，不若给典医身边亲近的人织个物件。是吗？自然。典医，起风了，夜里怕是要下雨，还请典医早些安歇吧。辛苦苏姨。
说的是喜欢。哎呀，你男子汉大丈夫，把心思说出来都不敢呀。白日还没事，晚上又吐起血来，医官，如何是好？公爷尚在旧患，当初从黄泉关回来，病情也曾反复，吐过几次血，如今旧伤添新伤，脉络受损，加之天气变化，所以会有这样的反应。不过没有上次凶险，开几副药，服过之后便会好转。我的身体，我自己知道。在您这什么都是小伤小病。但就算是小伤，这伤叠伤也受不了啊。陈中郎说的极是，您虽自恃年轻体健，咽下这些损伤看上去都能挺住，但若日复一日下去，只怕什么？只怕天年难永，寿数不长啊。我去煎药。少子，送送医官。在下告退。是。方建明，海氏是你的心上人。自开朝以来，刘商方氏的家主没人能得善终。方建明，你身负多笔血债，怕是上天也不肯多施舍你几年日子。不该再有奢求，这一世能护他平安周全就已很好。这位四十有二，说是城阳长公主的外甥，说在陛下小的时候跟陛下还有过一面之缘呢。哎，下去下去。下一位。哎，这位三十有一，说是慈王的侄孙女儿，夷王之乱之后一直在吐火鲁一带流落多年，一直想回天启认祖归宗。下去吧。下一位。陛下，这位二十有三，说是先帝敬妃之异母妹，在姐姐入宫为妃之前一直跟姐姐生活在一块儿。罢了，这些边边角角的就别给朕看，朕也不认得，礼部审得过就行了。是。姬察，你倒是说说，可有你还能认得出来的？皇兄，姬常去往中年之时，年纪尚幼，眼下想想，也都记得不甚清晰。说来说去，都是弟弟不好，就不该牵出这一桩麻烦事儿，让皇兄这样劳力费心。这是好事，本应该早点开始做的，是朕疏忽了，不该你的事儿。启禀陛下，
汤前自汤将军求见。宣吧。臣汤前自参见陛下，参见厂王殿下。平身吧。谢陛下。汤将军今日所谓何事啊？陛下，臣回都中戍胜已久，心中总惦记着边关军务，想要早些回去，为此来请陛下的旨意。黄泉关穷山恶水，开垦辛劳，平日里也苦了汤将军了，本该在都城再多待些时日才是。不过这西北边防却是第一要紧的大事，早点回去也好，这黄泉关的安危朕就托付给汤将军了。谢陛下关怀，臣必生死相报。除去黄泉关之事，臣还有一事。说吧。陛下，雷州诸部驻捻最弱，王军年迈，世子尚幼，除大征之外无可仰仗。舒荣妃羸弱多病，在宫中战战兢兢，求存不已，这些年各中荣辱无人问津。舒荣妃的事是陛下的家事，你身为臣子怎可妄议？前次你僭越了。所以呢，你想说什么？议论陛下，臣绝不敢。只是臣在驻捻时受舒荣妃照拂良多，最近听闻她身子很是不好，臣心中有些忧虑。臣恳请陛下垂怜舒荣妃，勿使病情单延日久。汤将军，你朕早就听闻舒荣妃视你为兄长，不过舒荣妃是朕的女人，就不劳汤将军费心了。收拾好了，赶紧拔营北上吧。是，臣告退。穆德庆。奴婢在。这清泉宫内是否有一处荒废的汤池？哎，想起来确实跟舒荣妃身上的寒疾对症，她要是愿意就腾出来留给她用。那陛下是宣舒荣妃今晚到？行了，别说了，去吧。是。季常。这说起来你和舒荣妃也算是旧相识了，怎么你没想过要问问她的近况？后宫的事季常不该问，也有点不敢问。你呀就是太胆小了，整日文静的跟个姑娘似的。改明儿别负英损了，把你府上训好的都带出来，咱们去围场见见真章。好。脚下当心。真的能有彩虹吗？在你前面是一片湖水，简直美极了，彩虹就挂在这空中，倒映在这湖水之上。这湖边的藤蔓凝结的露珠，若用心去看也能看到彩虹。
我们这一路走来应该有不少水洼吧，是否从水洼中也能看到彩虹？原来宫里处处都是彩虹，可惜以往都不曾留意过，只知道看向天空。谢谢你，方大人。这刘姑娘若不嫌弃，以后你想看什么，想回忆什么，都可以告诉我，我都愿意讲给你听。丹凤眼，鼻梁挺阔，轮廓深邃，目光坚毅，若是能看到方大人就好了。棒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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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鸡喝喝喝。方大人不愧是方大人，人是栋梁之才，喝酒也是大才。当日在关外，您跟公爷里应外合拿下蓝姿城不说，连加满人都被您收服了。成亲，钦佩不已。这好酒配英雄，来，干，干这杯。大梦齐醒，人分亮，唱起来了。仗再打起来，夫君放心，张某便会守在你们的背后。那我要领命当先锋。好。好。这香楼这么热闹，不知道今日说书的先生说的是哪一本？不错。约莫不是在讲蔷薇皇帝与文纯公子，就是《羽猎王传记》。就说这，这回书说道，故臣是拦截喊冤，袁大人中路马脚，奸臣现行。话说，当年这位爵爷奉诏，假死养病，其实并非真的养病，而是恐惧。因为自己嫉妒贤良而杀害忠臣之事会暴露人前，故而选那避猫之鼠，缩在阴暗一角。这位袁大人一面献媚于陛下，一面韬光养晦，可惜人算不如天算，故臣是当即告状，血溅三尺，终于把这件多年之前的往事闹上了廷尉。荒唐！啊，这位好汉，这件事不止我一人在说，这都中谁人不这么说呀？好汉为何迁怒于我？你们这些说书的胆大包天，连朝廷重臣也敢贪污，可知有罪？几日前，顾臣是当街喊冤，祖孙横死，这件事都传遍了都中，这几日都让人说烂了，听烂了。难道这都中人人都有罪啊？你还是，你身份不同，别轻举妄动。陛下。方海市求见。陛下。何事？陛下派人寻找宗亲，眼下都中情形复杂，季风馆协同礼部办事恐人手不够，所以我想暂时借调到中卫军。你的意思是中卫军中都是一群酒囊饭袋，缺你不可了？臣不敢。这一句真是。陛下且慢，陛下若落子于此，黑子继承死局。你敢揣摩朕的心思，
臣不敢。那你倒说说，你凭什么觉得朕希望黑子能赢？陛下不希望黑子能赢，陛下只希望棋局平衡。您如今左右互异，只是为了消磨时间。若是其中一方赢得太容易，岂不是没有意思？有趣。起来吧。蒙陛下不弃。你的要求朕准了。一则你原效力于季风馆，二则建明是你的授业恩师，他眼下总之你留在都中为建明分忧是好事，过几日要迎接聂妃之女入宫，若她身份不假还要设宴，到时候一应的调度安排都由建明移交给你，也好让你历练历练。如今不比东时，北方汉州开始回暖，明洛山一带必须要加强防范，齐越隘口可有部署？回禀清海公，属下一名人率3000人马前往换防，按照清海公之前的部署进行设防。回来的时候人马到左卫休整。是，清海公。于河西支流一带必须要加强巡视，以免有心之人顺流而下。是。迎琳琅当日东城门是怎么安排的？全都按清海公吩咐办的，陛下身边留了2班人，一般随时在侧，一般在高处张弓。此外在百姓之间50步为1哨已经安插进了更换过数名医师的中卫军。公爷，公爷，没事。今日你见陛下，求他把你调到中卫军。我听卓英说，宫中缺人手，我就求陛下把我调回来，负责宫中戍卫。此事就当没发生过。明日早上跟汤乾字回黄泉关。我不回去。黄泉关不是你说回去就回去，不回去就不回去的地方。只是暂调。我说的话都不听是吗？师父希望我在黄泉关待多久？或者说师父希望我躲在那个地方多久？一年还是10年？还是等顾辰氏的风头过去，师父是希望我躲在那里一辈子吗？此事与你无关，你待在天启城也好，黄泉关也好，都不会有任何的改变。所以在你看来，我在不在你身边对你来说都一样。是。对我来说不一样。我要待在你身边，证明你的清白。我的事情不需要你插手。那我偏要插手呢。不要因为平日我对你宽和就如此的任性。宽和，你我之间的种种只是这样吗？是。之前你千里迢迢奔袭来揽子城救我，我重伤了，你不顾男女之防给我喂药，我喜欢吃桂花糖，你不远万里送到关外来给我，我思乡，你就陪我回家见我娘，我掉下了海，你就跟着跳下去，所有的这些，所有的这些，都是师徒的情分。那你为何亲我？你心里有我，
为何总要把我推开？我想跟你在一起。已经离得很近了，没想到是我自己自作多情了。我以后不会这样了。生动的心。